继续从镜头，一个卫生乡，卫生乡地艺师认证由卫生乡地艺推广协会进行研习考试，通过了后要参加大型活动的地艺推展，才会当获益地艺师的资格。今年有28位通过认证。卫生乡长林俊模在第三民族眉山亮起来活动当中，公开颁发官方证书，鼓励地艺师发扬地文化推广，增进地业农产的扩增效益。由乡公所来认证，咱今麦要邀请今年通过茶艺师认证的朋友，一共有28位。眉山乡地艺师认证由眉山乡地艺推广协会进行研习考试，通过了后要参加大型活动的地艺推广。眉山乡地艺师认证由眉山乡地艺推广协会进行研习考试，通过了后要参加大型活动的地艺推广，才获益地艺师的资格。今年有28位通过认证，眉山乡长林俊模在第三民族眉山亮起来活动当中，公开颁发官方证书。啊，当然，今日所颁奖这是茶艺师的颁奖吼。啊，要经过茶艺师，都要初级的泡茶师了后，才会当进入到茶艺师的考试。啊，今日真非常恭喜啊，在座这28位，这个啊经过茶艺师业界的这个啊学员啊，恭喜他们。执行长陈清标表示，地艺师的地艺要不断的精进，尤其是对外的推广，更需要地艺师大力动员推广，由官方来举办研习把关。我希望他们在这期间都能够不断的研习，增进我们茶艺师的所有的认证考试，在能够让我们踏进这整个台湾的所有的领域里面勇往向前。我们上了四天的课，每天的课程都很活泼，很有规律的了，上课老师都很认真的把他所学都教给我们，每个学员都上课上得非常开心，也很开心今天有这么多位的学员能够考过这个茶艺师证照。眉山乡长林俊模鼓励地艺师发扬地文化推广，增进地业农产的扩增效益。新闻新闻蔡明道眉山乡采访报道。你在哪里？我在这。踏入未知的山域，放空自我的一望无际。大口深呼吸，天地包容的辽阔胸襟。我不惜跋山涉水，找寻心灵的疗愈，却在未知的曲折处遇见最真实的自己。所谓平衡，就是让大自然滋养我们内在心灵。接受疗愈，重新认识自己。静心，预备出发的悸动。两根灵棍上的精灵，风线拉扯时，呼应精神面与实际的对应。扯铃的铃是铃，也是铃，象征准备出发的人，心灵的丰满。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接受竹坑溪的轻松悠扬。徜徉大洞山的怀抱，漫步海曙山的静谧，如此纯粹，如此平静。嘉义最上道，离家